So 给一个 idea 就是 how to memorize。How to remember, 哈。The Hamiltonian system。所以你一定要用 example，啊，你的脑海里边要有 example。所以你自己去挑一个，就是说你觉得最熟悉的。那当然，一般而言就是用胡克定律嘛，不然就是单摆运动，啊，就用这样的一个 example，你把它弄得滚瓜烂熟哈。所以我这边呢，就以胡克定律而言，measure 没有什么特别 measure。你的 method 就是 example。所有这些大师，他的脑海里边都是有 example 的。所以比如说，我用的就是单摆运动，就是胡克定律，比较简单的是这个 case。然后呢，对这个而言呢。就是说，好的习惯把它写成这样子，把它写成这样子，double dot，把它写成变分，就对 x 的微分的意思。那这个是二分之一 x 平方嘛？就 always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这哈，那么这一项就是你的 potential energy。自然而然，这项就是你的 potential energy。所以呢，我的能量一，那你 就是 kinetic energy 是由那个什么，就是加速度这边来的。那那项 always 就是二分之 mv 平方，所以这个一定有二分之一 x dot 平方，再加上这项二分之一 x 平方，所以这项就是你的 energy，也就是所谓的。就是你的 Hamiltonian，所有的 H 呢，它就是 x dot 的函数。有时候你把它写成 x，或者我就把它写 xi，那当然就是我们前哈，就是后来的 PQ 了哈。那我这边暂时把它写成 xi，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 x 平方加上二分之一。c 平方，所以呢，我的牛顿力学方程式是不是就等价于这个？我的 c 就是我的 x 的微分，对吧？c 就是 x 的一次微分，对吧？那第二个方程式，对吧？就是这样。第二个方程式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牛顿定律嘛。所以我的 xi dot 它的微分就是 x 的 double dot，那 x 的 double dot 就是负 x。那以这边而言，是负 x，就这边的负的微分是负的 partial x，就一定是这一项。然后呢，这项是不是刚好？这边把它写到等式，等到这边来，x dot 哈，对吧？x dot 对吧？x 的微分就是 xi，xi 就是这项的微分嘛，就是 partial xi，对吧？所以由这个 example 里边，你就知道说 general case，你就把中间忘记了嘛。general case 就是这一项所以 in general。In general，我的 x dot，对吧？你就用这 example 帮助你去 x 都是 xi，那就是 partial xi，那 xi dot 呢，就是负的。因为第二个式子就是你的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哪里把那个什么 F 等于 ma 那个内项把它搬过去，那边是负的，这边是负的，
partial h partial x。这样子的话，你一辈子就不会忘记了，啊，一辈子就不会忘记了。那关于 Hamiltonian system 呢？我再增加一个 vector form 的。就 vector form 的 Hamiltonian system。所以这边你就可以把线性代数应用上来。所以你读线性代数，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说它有什么用，对吧？那你在读的当下当然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这样你就要有一些相关点的课程。所以呢，我把它写成这样子，我现在变成是 Q，我就向量的哈，Q dot 对 Q 的微分 T。那我把它做拆解，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 quadriform，就基本上它是一个 quadriform 哈，这个 Lagrangian 基本上就是动能减掉位能嘛，那动能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它就是一个 quadriform，对吧？所以很自然而然就是 quadriform 就是从这样，就是你在线性代数里面学 quadriform，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在力学里边的能量嘛，二分之一 mv 平方，它就是 quadriform。所以我把它写成，把它拆开，QT 的部分，那有 Q dot，那这边有一个 A，这边是有微分的，那这 A，我这边是向量，然后呢，它要表示的是内径，所以我这边加一个 transpose，所以我现在的向量呢都是行向量，我的习惯哈是行向量。那再加上二分之一，Q dot transpose A Q dot，这是二次型的部分，对吧？这一次的部分啊，就是没有微分的部分。OK，就 general case，我可以把它拆成三部分。OK，那我这边的 A。因为它是一个 quadriform，A 一定是一个对称矩阵，A 要等于 A 的 transpose，它一定是 symmetric。所以这个 T 是 transpose 的意思哈，一个矩阵的 transpose，就把行向量变成列向量，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对这个而言。它的 moment 哈，就是它的 momentum，general momentum。就是我的 p，对吧？就跟前面完全一样，partial l，partial q dot，这个微分的。所以这项我对这样，我对 q dot 微分。啊，q 的微分，所以这边呢，就是这边对 q 的微分，微掉一个，这两个都有哈，所以只剩下一个，所以这是 a，q dot，因为我这边微一个，然后这边又微一个，有两个，那二分之一消掉，所以只剩下一个然后呢，还有向量，就 a 把这个 q dot 的微分微掉了哈。这边是 A，就你就把它看成是 scalar 而已哈，向量没有那么可怕了哈，没有那么可怖了哈，可怕又恐怖了哈。OK，你就把它当成是这样一维的，一维的用一维去想象而已哈。你如果你觉得有点可怕，那比如说你的线性代数需要加强，对吧？你的线性代数需要加强。那还有就是，你对向量不够熟悉哈，你对向量不够熟悉，所以再去把向量哈，就向量的部分啊，自己再复习一下，再不然就去修向量分析嘛哈。
OK，所以由这边啊，由这边我可以得到，因为这样我要得到 Q dot 是什么东西哈，所以呢，我的 Q dot，对吧、啊？就把它搬过去计算一下，这是 A 的 inverse 乘上 P 减掉 A，OK，所以这就是我的广义的速度，generalized。Velocity，这是我的速度，所以我这样就可以做这样做所有的 Legendre transform 啊。所以我现在 Q dot，这边要有 transpose 啊，因为我必须是行啊，这是一个略向量乘上值的行向量，这才是内积。啊，这才是一个内积哈。所以这项呢，你把它写一下，我的 Q dot 对吧？Q dot 就用这个东西来计算，所以是不是 P？对吧？我的 Q 都是这一项，那它取它的 transpose，那这是矩阵向量，whatever 都没有关系哈，向量也是矩阵，对吧？向量也是矩阵，所以 transpose 是必须这边 transpose 过去，那再 A 的 transpose 啊，所以它是不是 A 的 transpose 减掉 A 的小 a P 的 transpose，A 的 transpose，还有 A 的 transpose，A 的负的 transpose。OK，有这个概念哈，矩哈，因为矩阵的 transpose AB 的 transpose 是 B 的 transpose 乘上 A 的 transpose。OK，你学新代数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这蛮特别的哈，它不是直接放进来，因为它没有交换性，矩阵没有交换性啊。那这些事情在数学里面是早就清楚了，但当初那个 Heisenberg 在研究那个量子力学的时候，他就导出，哎，他就因为这样，他是用一个哈用矩阵来讨论的嘛，所以 Heisenberg 的力学，量子力学，他那时候叫做矩阵力学，对吧？他就是这个矩阵是哈无穷乘无穷的，啊，是无穷乘无穷的一个这样一个矩阵，他就发觉没有这个交换性，啊，没有这种交换性，然后因为他的老师是就是 Max Born 嘛。Max Born 就是哈，他是数学很懂的。你看他们当初在哥廷根，你看有哈，就是根的人呢，就是这样，就是 Max Born，然后呢还有 Sommerfeld，OK，Sommerfeld 也是就是大物理学家来的嘛。Sommerfeld 是那个 Felix Klein，由那个数学家那 Klein 呢，他年纪大之后呢，他开始对数学有兴趣，然后呢把 Sommerfeld 找来。他就跟他讨论，跟他合作，然后从此之后呢，就是这样，他就在那个什么哥廷根的物理里边作证。OK，所以我这边不太有空间哈，所以呢，我这边再乘上一个 A，那这是 A inverse P 减掉 A，对吧？然后呢，这没有了，对不对？那因为这样，我的 A 是对称矩阵，所以它 inverse 也是对称矩阵，所以 A 的负的 transpose 跟 A 的负一是一样的，所以它就等于是 P transpose 减掉 A transpose，那这边是 A 负一，那这边是 P transpose 减掉 A，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的 Hamiltonian 的 H 对吧？是 QP
P 就一样了，gender transform 啊，就是 P， 但这时候你要用 transpose， 因为它是内积，乘上 Q dot。OK， 那扣掉了Lagrangian，所以就是等于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的哈，你把这边哈带过来哈。 所以这边就是等于是，就是二分之一 P transpose 减掉 A transpose， 就是 A inverse P 减掉 A， 那再扣掉 L 零 QT。 我们算个例子。 所以有时候用向量的形态有它的好处，向量分析最开始是 Maxwell， 向量分析是为了解决所有的电磁学而来的。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照， 微积分 calculus， 如果你要数学跟物理之间要有什么关系， 微积分是为了解决牛顿力学。然后 为了解决电磁学所发展出了所谓的向量分析，向量分析就是整个这种向量的概念把它弄清楚，不是 Maxwell 的符号还是很复杂，它是各个分量写开的，是那个什么，是那个 Gibbs， 就那个美国最了不起的所谓的物理学家就 Gibbs， 他写了第一本向量分析的书，教科书就是 Gibbs 写的。 还有另外一个是 Heaviside， 所以你现在才有所谓这种 梯度啦、那旋度啦、 divergent 的这种符号，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人弄好发展出来的。 那当然你还可以把它推广，张量分析 ，tensor analysis。 那当然，这边对应的就是 Riemann geometry， 那这个当然就是广义相对论嘛，对吧？OK，那当然还有一个。 probability 当然历史很早，但是就是 probability 但是可以跟那个什么，跟统计力学也扯上关系。probability 跟统计，那么就是统计力学。 那代表性人物，那当然就是波兹曼。 波兹曼，但波兹曼他最后是因为忧郁症，他自杀死的，然后呢，波兹曼的自杀影响了一个人，影响一个哲学上的一个大人物，你们大概不知道了哈，影响了维根斯坦，维根斯坦就是那个罗素的学生，他原先是读物理的。 对啊，维根斯坦他是读物理的，在维也纳学派的，对吧？然后因为波兹曼自杀，让他对物理失望，所以他后来就跑去英国去读哲学了。OK，那因为近代比较最重要的那个哲学家就是维根斯坦嘛，我想维根斯坦的哲学的成就比那个罗素高了。OK，然后呢？
放两边去。那当然对应的就是量子力学嘛，因为量子力学它讨论的不是实数了，不是你的 x、y、z 这些东西，而是这样函数了。所以研究是函数的函数。原先呢，我们函数是研究点的函数嘛，这是微积分嘛。那你现在是研究函数的函数。OK，这个 function analysis，那么就是量子力学。所以我现在考虑这个，我的 Lagrangian 是这样子，a x dot 平方，再加上 b，或者应该是 y dot 而已，y dot 平方，再加上 c x dot y dot。再加上 g y dot，这减掉 k，square root x 平方加 y 平方。那再加上 f y 平方 x dot z dot，OK，是三个变数的。这边 a b c f g 和 k 都是常数哈。我现在 L 把它写成这样子，一个 L 点，加 Q 到 A，再加上二分之一，就 quadriform 哈，Q 到 A，Q 那 L 点比较简单，也没有微分的哈，所以我的 L 点就是等于负 K。正好，x 平方加 y 平方，然后呢，我现在的 q 到 q 就是我的位置嘛，所以它的微分就是 x 到 y 到 z 到这项。那我的 a，向量这一部分，对吧？因为它是只有在 y 的部分而已，也是零。G 零，那我的矩阵 A 就是 quadriform 的地方，虽然这边是囊音也没有关系哈，所以我的 A 是这一项，就是二 A C C，因为我已经除一半哈，因为有二分之一哈，所以是 x 分之二 B，所以这边可以有 x。这是 f y 平方零，OK，这是 f y 平方零零，所以 a 是一个对称的矩阵啊，a 是对称的矩阵。所以呢，按照这边你需要算一下它的 inverse，那这个矩阵也还好，inverse 算一下哈，这件是零零零 x 除以二 v，这是 f y 平方分之一负的二 b f y 平方分之 x。它是对称的。如果一个矩阵 A 是对称的，它 inverse 也一定是对称，啊，等于是 f y 平方负的二 b f y 平方分之 x，
这边是2b f 平方 y 四次方 7x 平方扣掉四倍的 ab。OK， 所以有了 a 之后，所以我的 h 就不带这个式子哈，是二分之一 p transpose 减掉 a transpose， 这是 a inverse， 那这是 p 向量减掉 a 向量，那扣哈扣掉你的 l 流。经过一些复杂的计算啊，这是一件无奈的事情，对吧？你读哈，你读数学，尤其是读分析，就这门学问，从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复变、实变等等，这门学问叫做分析啊。数学基本上就分三大类嘛哈，代数、几何跟分析。然后它的哈，它个性也不一样，代数呢？就是很干脆，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所以你看到一个代数题目，不会做哈，不用再想了。基本上操作是这样子，所以它比较像比较像男孩子了，男子气概。那分析呢，就像高维哈，或是哈就高维啦，啊微分方程这一类。那这样呢，做不下去的时候，好像还可以推一推，还可以尝试看看这边哈，这种旁敲侧击还可以推看看，可能还就有点希望。所以算一下哈，这边是二分之一，这细节留给大家哈。这边是二 b x， 这边是 p y， 扣掉 g 的平方，再加上二 b f 平方 y 四次方 c 平方 x， 扣掉四 a b p z 平方，再扣掉。BFY 平方 XPY 扣掉 G 就是 PZ， 那最后再加上 L 0的部分 K 根号 X 平方加 Y 平方。OK， 好 ，some bracket。就把送括号哈。OK， 一般而言，我们的海米尔托尼是这样子 ，HPQ。我们在我们的 Hamiltonian， 我们的 Hamiltonian system， 我们始终选取的是这样 P 跟 Q，P 是动量 ，Q 是位置。那为什么你选取位置跟动量才是 natural 的？我上次有从所谓利用作用量的概念哈来看，你可以因为这两个相乘，它的摆明显正好就是作用量。OK， 那作用量是物理量里边最重要的量，对吧？我可以非常独断哈，非常肯定的这么讲，所有物理量里面最重要的量就是作用量，啊，就是作用量。二 m p 平方，再加上 v， 假设它是位置函数而已 ，q， 所以是动能加位能。OK， 那我这边的 q 就是 x 了哈，那 p 是哈 ，p 是我的 momentum， 因为这是我的 q 都是 partial h， partial p， 那这边是 q 到是负的 partial h， partial p， 因为这时候它才是它整个形态才是对称的，它才是对称的，或者你把它写成 sorry 这边是 p， 或者你把它写成 p q d。
第一地区，对吧？然后呢，这边是负的 partial h partial p，所以我这边写 q 好了。这是 q，这是 p，然后这边是 partial h，这边 partial h 负的 partial q，或者你这边就把它写成是这样子，对吧？是 partial h，这是 partial，你按照顺序嘛，这边是 q 嘛，这边是 partial h，这边是 partial p 嘛。对吧？所以这边是第一个是一零嘛，我这边应该写错掉，partial h partial p 嘛，这真是零一嘛，那真是负一零嘛，对吧？你乘上是这个矩阵，啊，你乘上是这个矩阵，刚好是这样 anti symmetric，啊，刚好是 anti symmetric，啊，这个矩阵是 anti symmetric，那它就有这个好处。所以我看你线性代数有没有这个概念？如果我像一个矩阵 A 呢，我把它写 A 好了，A 是 anti symmetric。那么 exponential a，对吧？它一定是一个哈，是一个 unitary operator，对吧？它一定是 unitary，啊，它一定是就像是 orthogonal matrix，就会是一个哈，像一个 orthogonal matrix 的形态，OK，就是一个 orthogonal matrix。像一个哦，就是像一个 orthogonal matrix，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看这边是这样嘛？你看一，那这是零一负一零，这矩阵是什么东西？这矩阵有没有算过？对吧？我现在就是这样，这个简单的题目哈。看线性代数有没有学通？我的 a 是这样子，就这个矩阵就好。那我们要问 exponential a 等于什么？会不会算？有没有算过？现在是应该学过这个东西。所以问题是 exponential a 是什么嘛？对不对？我现在 a 先不管这个哈。那么如果 a 是一个方程给你，那么 exponential a 是什么东西？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先回答这个 question。我现在 A 是一个 matrix 啊，是一个矩阵，而且是方阵，是方阵。如果不是方阵的话，这件事情不能说。exponential A 是什么蛙哥了哈？它是什么东西？对吧？那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嘛，因为现在是矩阵了，所以这样怎么办？就是回到从前嘛，对吧？就是回到你熟悉的地方去嘛。你做任何的推广，你要走得多么的遥远，
对啊，就是要回到这样你原来的地方，你原来的根基，对吧？你要回到你原来的根基，所以好像一棵树，对吧？你的影子照得多么的遥远，但是这样，你的根基还是在原来的地方。OK，我记得这好像是那个什么泰戈尔的一个诗了哈，他说无论你的影子多么遥远，你的根还是在那边哈。你看人家印度就有这种印度诗人。我不晓得台湾有什么诗人，我不知道，所以还是回到这边来嘛，就是呢，我这个会了，对不对？我们在哈，就是微积分里边就知道有这件事情，那 n 阶乘 xn 次方，从零到无穷大。然后呢，你现在就是哈，你的灵感就从这边来，就把这 x 换成矩阵而已嘛，所以 exponential a，那这个 n 阶乘，这是 a 的 n 次方。那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可怕嘛？对，因为是一个无穷级数嘛。但是这样，你稍微算一下，你看 a 的平方是什么？你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 i 的意思了，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i 的意思嘛。所以 a 平方等于多少？没有，我就别的项了，我讲明确一点，这就是负一嘛。其实我不会这么算的，对吧？是不是零一负一零，对不对？乘上零一负一零，然后呢，以前高中的时候，其实哈，老师告诉你说，这边乘这个放这边，这边乘这个放这个，这个乘这个放这边，那这个乘这个放那边，对不对？这高中程度，啊，你的矩阵的乘法是这么算，是高中程度了啊。你要知道说矩阵。乘在左边跟乘到右边，它的意义是什么？矩阵乘在左边是列运算，对吧？是列运算。矩阵乘在右手边是行运算，或者我现在从左边来看，对吧？从左边来看，我现在从这边，我这是列运算，第一列是零倍，第二列是一倍，放在第一列，矩阵本身在讲话。第一列是零倍，对吧？第一列是零倍，第二列是一倍。放在第一列，所以这边是负一零。那这边呢？第一列是负一倍，第二列是零倍，加起来之后放在第二列，矩阵在讲话。第一列是负一倍嘛，所以事实上是零负一嘛，对吧？那乘在左手边是列运算，啊，你也可以从右边来算啊。右边的矩阵乘在右边的是行运算，第一行是零倍。第二行呢，对吧？第一行是零倍，第二行是是负一倍，放在第一行，这是第一行的意思。所以第一行是零倍，第二行是负一倍，对吧？所以是负一零，放在第一行，是这样子，对吧？然后这边，这样第一行是一倍，第二行是零倍，加起来之后放在第二行，矩阵本身在讲话，所以这边一第一行是一倍嘛，零负一嘛，零负一放进去，就以此类推。对吧？然后呢，你算一算，它会循环，它就会循环，a 三次方，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是 i 了，这是 i 平方了，这是 i 三次方了，所以 a 4次方之后就等于一了，所以然后之后就有一个规律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算它最后就是 sin、cosine 等等这样的东西，对吧？就是一个这样，它最后这个矩阵就是一个哈，这 exponential 就是这样，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 cosine。对吧？cosine 这边是一嘛，我这边是用一嘛哈，因为这边的 entry 是一啦，那你这边是 lambda 就如果是 x 就写成 x，是不是 cosine 一负的 sin 一，sin 一，那这边是 cosine 一，大概是像这样子的，什么东西？这边是负 sin，不是这边是负的，就是这边是负的。你 check 一下，啊，either 是这边是负，或者是这边是负，两个对调，所以它就是一个啥，是一个 rotation，就是一个旋转矩阵了，就是一个旋转矩阵。OK，就说如果你的 a 呢本身是 anti-symmetric，那么它的 exponential a 它一定是一个 unitary 的，对，就是像一个正交矩阵的样子。OK，这是一个 general 定理，就是这样子哈。OK，好吧。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